想修炼身，雪晶医生，走，回去喝一杯压压惊。我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就把每个巧克力都拿了一点。韩雪，我想照顾好你，你们，我也能照顾好你们，所以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 我找你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就不打算说实话了？什么事儿？我觉得我挺混蛋的，特别对不起你，一直把你当小孩看。后来那天晚上以后，我就是觉得太别扭了。 太复杂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了。你说我们以前多好呀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选择了逃避。这段时间我挺难过的，我相信你也不好受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不会一直躲着我的。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很不习惯。 你可以告诉我吗？要怎么做，我们才可以回到从前？你不用把它太放在心上。其实都快过去了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会调整好我自己。只是再回到从前，是不太可能了。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吧？这还是古丽吗？就是说呀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，怎么突然就看不懂了呢？我看得出来，她是真的很难过。你要实在受不了，那你就服软。说真的，她天天在工作室围着你打转，观察咱俩到底是真是假。 我看着也难受。他原话是什么？他说想要回到从前就不太可能了，我们都已经长大了。等等，这不太可能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完全没可能啊，还是有一丢丢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服了你这个阅读能力。 你是真的想回到过去，当他的弟弟，而不是男人。古力是不想回到从前，是因为他不想再当你的马仔，不想继续当你的弟弟。他想当我男朋友，在线。